前的今日，香港确诊第一宗沙士个案。医护人员面对当时仍然不知源头、不知点医治的病毒，只感觉到束手无策。第一个想到就是想到 Outbreak 出嗰出戏里边，威尔士医院是疫情爆发的重灾区。2003年3月11日，两名医护人员证实感染沙士之后，短短两星期，受感染的医护人员激增到94人。即系我而家嘅心情就好似咧，我拿住一篮120只蛋喺我嘅前面，唔想跌咗任何一只落地下。但系就即系个情况好似唔系我可以完全控制得到。10年前沙士爆发，香港首当其冲。10年后，冠状病毒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全球警报。今次发生的地点由中东地区再蔓延到英国。A Saudi Arabian man has died because of a SARS-like virus. Right now, a deadly new virus is raising alarms around the world. 上个月13日，英国确诊新冠状病毒个案，有强烈证据显示病毒人传人。其中一间接收新沙士病人的医院，以电邮回复我们的查问表示，病毒十分罕见，过去他们从未接触过有关病例，所以现阶段他们可以做的只是密切观察病人每日的情况。而在电邮发出后4日，在医院留医的新沙士病人就不幸病逝。沙士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当时我做了20年医生，都未能见过这样的情况，也都未能想象过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爆发。2003年，沙士肆虐香港，导致1700多人患病，299人死亡。病毒同时透过香港向外散播，结果全球一共有超过8000人受感染，700多人死亡。事隔10年，新冠状病毒卷土重来，目前全球14名患者当中8人死亡。伦敦呢间医院上个月接收了一名去过中东的病人，目前他的情况仍然危殆。It starts with a flu-like illness, gradually progresses, the patient becomes short of breath, they develop a pneumonia, th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which would require admission to hospital and ventilation. Professor Finn 是负责处理今次新冠状病毒的专家，他表示去年他们已经开始就新病毒进行基因排序。结果发现这种被外界叫做新沙士的病毒，基因排序和沙士虽然不尽相同，不过就同之前香港在两种蝙蝠身上找到的病毒基因有7至9成相似。This is a new coronavirus that's SARS-like in the sense it's in that same family. The new coronavirus we know causes a severe disease and we've got case fatality of about 60%.And in fact, some of the other cases have been very severely ill. So there's no doubt it's a serious illness.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t's not easy to catch still at the moment. 专家估计新冠状病毒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东地区。去年6月，一名来自卡塔尔的病人在德国死亡，
之后九月份，英国接收一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病人，两个病人其后确诊感染同一种新病毒。到十一月，世卫再公布有七个分别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约旦的病人感染这种新病毒，部分患者之间有亲属关系或者是医护人员。到今年二月，一名去过中东的英国人回国之后确诊感染新病毒，他的仔和侄女亦都证实患病。由于他们都没有外游记录，所以有强烈证据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Well, I think we're a slightly different position than we were 6 months ago, because 6 months ago, we were fairly confident that no transmission occurred. 事态发展令到专家提高警觉。十年前香港发生的 SARS 一役，更加令他们对这种新病毒不敢掉以轻心。I go back to what we learned in SARS. The key element has been really.Early suspicion, if you suspect that someone might have this condition, if the clinical condition, if the travel history fits, then it's about isolating, it's about wearing the appropriat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入到去最紧要咧，千祈唔好掀个面罩。你着咗太空衣咧，个颈位都系有少少露咗出嚟。你都不是包實曬噶嘛，你側邊都是有個罅位。如果你啱啱係打側，而佢係咁啱吸埋嚟咧，個飛沫都係可以過到嘅，唔係100%擋曬。許樹昌十年前沙士期間係威爾斯醫院嘅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嗱，咁當年處理沙士咧，我哋入到嚟咧就會喺呢邊嗰度係即係著啲乾淨嘅保護衣物咯。當年就要在一個大房的形式，又比較擠迫一些，每小時換空氣又換得不太夠，還有當時也是沒有快速測試，我們頭幾個禮拜真的閉眼打仗。當年呢度係戰場啦，就立立亂嘅，所有內科病房都係收曬啲沙士嗰啲病人。呢十年間都睇到好多即係進步啦。咁無論係我哋工作環境又進步咗啦，我哋嗰啲配套又好咗好多啦。呢個頭罩咧，要平時都係要索緊佢，否則嘅話咧，佢喺嗰個面同嗰個面罩個位咧，會漏好多空氣出嚟。许树昌发现，当年医护人员因为要用仪器协助病人呼吸，因而接触到病人的飞沫，受到感染。沙士过后，他们吸取了教训，着手研究怎样可以改善情况。Head tens 有两款，另外有一款就是成块面全部笠住晒嘅，第三款。今天做这个就是一个病人咧，系用紧一个无创的呼吸机。大家看到呢個頭罩咧，成個頭都笠住嘅。咁呢個咧就係2009年咧，就係人類豬流感爆發嘅時候咧，好多歐洲嘅專家就話：如果你成個頭笠曬，咁咪會安全咯，係咪？咁我哋發覺咧，原來用呢啲面罩咧都唔係100%安全。原來佢喺嗰個頸位咧，你笠住嗰個頸位咧，仍然係可以散出嚟。如果我哋可以知道咗佢唔同嘅呼吸儀器，佢會噴到幾遠，飛咩方向，我哋可以係增加咗我哋嗰啲。傳染病控制的措施是更加有效地保護醫護人員。去年新冠狀病毒出現之後，許樹昌一直留意事態發展，還協助世衛撰寫對抗新病毒的臨床管理指引，分享香港醫護人員對抗沙士的經驗。他又聯同其他專家加入討論對付新沙士的治療方案。例如我們會講過，譬如李巴偉林有沒有用啊，類固醇啊，咁即係好多可能性，我哋都同你傾一傾，就憑我哋當年十年前處理沙士嗰個經驗咧，會唔會有啲藥物咧係可以喺呢個新嘅沙士嗰個病毒係用得著 ？We've been having teleconferences with people who treated SARS in Canada and in Hong Kong. Well, I think
some of the lessons we had in 2003 and also were developed in 2009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were around the need for good surveillance, early detection,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suspicion, and then once you've identified someone, acting quickly.2003年 SARS 冠状病毒由中国扩散到全球。专家当时分析，病毒很大可能是由果子狸传播到人类身上，中国政府随即取缔野味市场。事隔十年，野味市场在内地仍然禁之不绝。广州警方破获的最大宗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十年过去了，在广东肇庆地区还是有人没有吸取非典的教训，仍然在捕食蝙蝠进行食用。上星期在当年的沙士重灾区广州，铿锵集发现有野味店公然贩卖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而供应野味的餐厅虽然菜牌没有列明，但是员工私底下就落力推销。有薯红啊、果子狸啊、竹狸啊、白面狸啊、椰油啊。薯红你都有，薯红食得嘅咩？食得，五蚊咯，我嚟打边炉。点卖嘅薯红？柜台薯红几钱一只？等下先，查下，因为佢呢排禁，佢都唔俾卖。2380元得啦。薯红就果子嘅就系2188。你盐汤就系冰鲜嘅先。盐汤嘅。盐汤。好多人都过呢度食野味，就系呢间有嘅黄埔区，同你讲，佢区领导都嚟呢度食。你食野味好有名嘅。即系前一排咁捉得盐上咗电，跟住冇点唔敢宣传咯，即系唔敢俾你睇。沙士病毒的真正源头，专家直到现在都还未可以确定。不过动物就肯定是传播病毒的关键。看回过去100年、出现在人的新的病毒，他们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的来源是从动物的。所以凡是我们看到在人的新出现的病毒，我们第一件事就要追回它究竟在什么动物那里感染回来。然後我哋就有機會咧，將佢即係斷咗呢一個接觸，咁就停咗呢一個人類嘅爆發啦。就全球第一宗喺中東出現嘅新冠狀病毒，德國嘅專家曾經進行調查，發現病人喺病發之前曾經接觸過因為照顧發燒羊群而患病嘅牧羊人。呢個線索有助專家追查病毒嘅根源。揾出呢個源頭咧，我哋假設呢個病毒對人係新嘅。它未曾好適應在人那裡繁殖和人傳人，如果這個是真的話，我們可以及時將動物傳給人，斬斷它。如果我們還是不能夠停止這個這樣的交叉感染，它來得幾次呢，它慢慢就會拿到一個經驗，那病毒就會累積了一些好處，令到它在所謂好處就是在人那裡人傳人。為了認識冠狀病毒，我們都在過去的10年都很著重看看哺乳類的動物或者是雀有沒有這些新的冠狀病毒在裡面呢。十年前，潘烈文連同港大醫學院的專家率先破析沙士冠狀病毒的基因排序，發現蝙蝠身上攜帶的冠狀病毒和沙士病毒有90%相似，而去年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基因排序亦都同蝙蝠同樣類似。我哋對動物嘅病毒咧，絕對係好少嘅認識。動物佢哋係一啲天然嘅嘢，咁我哋真係唔可以控制得到。我哋都要尊重大自然。佢哋有呢個病毒，可能佢有佢嘅原因。我哋真係要靠著我哋認識究竟有幾多唔同嘅病毒啦，以至咧希望能夠作出一啲準備。當有呢個危機嚟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譬如話做啲測試，發覺係邊一類嘅病毒啦？會唔會有啲藥物或者係一啲
根本嘅方法可以減低啊個疫情嘅散播速率咧，或者有咩可以醫治啲病人咧？有冇簡單嘅方法去避免呢啲病毒嘅傳播咧？啲樣本點啊？個 standard 都正常。嗯，我諗病毒似一個黑箱啦，我哋係唔知道裏邊究竟有啲乜嘢喺裏邊。講個比喻啦，喺黑箱裏邊，用手撈嘅話咧，你真可能撈到每次撈到嘢都係唔一樣。究竟但係裏邊真個箱裏邊有幾多咧？我都答唔到你。而家呢一刻嘅話咧，其實都已經有啲方法係能夠減低你感染嘅機會啊，譬如話你唔會接觸呢啲咁嘅野生嘅動物啦，啊。不要去掂他們的糞便啦，或者是不要進食這些不知名的動物啦。英國出現新冠狀病毒人傳人的消息一出，引起不少香港市民恐懼。社交媒體近日不斷流傳香港已經出現新型沙士個案，醫管局和衛生署急忙出來澄清，希望大家就不要誤信這些傳言，政府是一定會正式有一個渠道發放，因為如果每次有這些謠言政府不斷澄清，難保有一天真的有一些真實個案確診的時候，市民的意識那個危機感已經減退。十年前 SARS 疫情在香港爆發前4个月，廣東省已經出現第一宗病例，而且疫情迅速蔓延，不过当时国家卫生部一直否认有疫情。现在这个病情不是蔓延，它只是在一些地区局部的发生。毗邻广东的香港一直被蒙在鼓里，最终导致病毒在社区大爆发。我記得嗰陣時咧，就係、是香港曾經有過幾次電話嚟呢個廣東啊。廣東亦都有啲有所回應，但係總嘅嚟講，回應得唔夠認真，唔夠徹底。鍾南山喺十年前廣東爆發沙士期間，多次同官方強調疫情受控嘅講法唱反調，之後佢因為敢講真話而被輿論封做沙士英雄。我想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吧，是不是作为一个医生，他不是政治家，他做个医生的话主要就是从根据病人的情况和当时病情的情况来反映一些事实。过了十年，你对地方政府能够诚实去公布一些可能不利他们消息的疫情有多大信心？有啊，有忧虑，因为对特別在表現在呢個新甲流 H1N1 嘅呢個疫情嘅特別死亡率嘅預實報告方面咧，確實係存在一啲問題。喺有關部門都係有一種思想，即係話諗住呢啲並唔係咩好消息啊，亦都唔係好事啦。呢啲事咧，我哋自己能夠處理就算啦。咁所以一般都係採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嘅策略。十年前沙士一役促使世界卫生组织联同全球各地专家建立起一个大型传染病的通报平台。在英国，新冠状病毒人传人发生已经3星期，卫生防护中心的专家一直和外界交换情报。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we discover new viruses in the next 5-6 years that we didn't know about.So it's very unpredictable. We just have to be prepared and to have plans in place to deal with those sorts of eventualities and have a flexible approach to the way we share information, investigate cases. 仍然都係有啲白色嘅，呢啲地方都係有啲發炎。而家你行路有冇串？
SARS 咧，其實喺香港咧，雖然係製造咗好大傷害，有好多市民或者係醫護人員受感染，個死亡率都差唔多係都好高，17% 度。咁但係佢亦都係帶嚟咗一啲好有寶貴嘅教訓。咗喺醫院嘅所有嘅設備啦，即係隔離病房啊、洗手盤啊、保護衣物啊、醫護人員嘅培訓啊、衞生防護中心啊，呢啲冚唪唥都係喺沙士之後先至有嘅嘢，冇話做得最好，只可以更好啦。我覺得我哋係好過以前10年前好多嘅，但係你話係咪一定係最好，同埋一定係滴水不漏？不會再有大的爆發，我真的不敢說。跟著來講的是東張西望，我很怕告訴別人我是主圖打醫座，我很怕別人知道我有沙士。沙士一役，香港人至今记忆犹新。佢系一个印，系唔会磨灭。咁究竟我点样同佢并存咯？曾经经历苦痛噶，点样摆脱哀伤，转化成生命动力呢？下星期《铿锵集》。